看看这高雄的气爆，多少人无形中身体这样的受伤。画面上看到了这位年轻人，他是代替兵役，在消防队里，他也都是为了工作而投入了。突然间的这个真的报道他的前身，也就是那一年我去了，那在高雄看到这个年轻人，真的不忍心啊，才会呢一个心念启动，请大爱科技呢去研发压力仪，也是几年的时间哦，终于呢完成了。也有这样厂商呢不顾成本也愿意跟大爱感恩来配合，尤其是这个八仙的粉尘爆的要人更多啊，所以加紧啊研发，这不是赚钱哦，这要很大的哦去赔本哦，这样的厂商呢是发挥了那一片的真诚，我们研发啦提供啦等等，那纺纱的人也愿意配合我们的配方，那让他完成这一件呢是很不简单。这一回我已经看到年轻人穿在身上了，我问他们说啊，那安怎啊，你说轻松多了，可以自由工作啊，爱的能量啊实在是也是很大，意念呢好，这样的无明烦恼也是很重，所以我们要选择哪一边啊，要多用心啊。